我竟然是乐淘。陆回脸盲吗？女神，哎，你看脸盲。是，校长您说的对，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您调查清楚。哎，嗯，好。说吧，这事儿怎么处理啊？这新闻社是怎么干事的？主任，这件事情跟新闻社没有关系，是我们摄影社的责任，我作为社长责无旁贷。认错有什么用？杂志社联系了吗？联系过了，已经。幸好他们还没有印刷，我还能及时喊停。正确的照片我也发给他们了。以后凡是稿件、照片要发出的东西，一定要严谨的校对。大二了，不要老用这种事情给我上瘾药。嗯，明白了，主任。我回竟然是脸盲，还以为他是为了维持高冷女神形象。这回塌房了。根本认不清人，起开！没在这儿说别人坏话，证明你们长嘴了是吗？能不能善良一点？谁把房间的灯暗了下来？直到现在我还在等待。陆回，窗外的寒风吹进来，而我只剩无奈。一个人走在街道徘徊，现在我已被别人取代，我还在期待，期待你回来，可是你已不在。还要多久我才能将你遗忘？人潮汹涌，一声离别在声响，总在妄想有天能倒转时光，红了眼眶。多年以后，你和他过得怎样？再次遇上，就不说声见谅。当你走远后，转身回头望，如梦一场。哟，陆回，你认出我是谁了吗？大家一个社的，天天见面，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就有点太不礼貌了吧？人家陆回脸盲，就算看见你一百次也不认识啊。陆回，你有病就早说，大家都会关照你的。你明明脸盲，你还骗大家？因为你脸盲，给校刊和杂志社传错文件，害得整个摄影社跟着背锅，你真行。哎，陆回，你不仅害了摄影社，我现在怀疑你以前那些获奖照片都有问题，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大家说对不对？对，是啊，是啊，对，给我们个说吧。你们闹够了没有？我是老常州。哟，这么多人啊，一起欺负一个女孩，丢不丢脸？我们没欺负她，就是要个说法。她有脸盲发错照片，整个社团因为这个事儿倒霉。对，连我们新闻社都被牵连。就是，她脸盲就别出来祸害社团，应该让她赶紧退社。别怕，有我在。脸盲怎么了？哦，脸盲就该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人是吗？脸盲就该被你们无端的指责和质疑吗？刚刚你说陆回因为脸盲发错照片，你看见了吗？有证据吗？事情都还没有查清楚呢，凭什么让陆回来背锅？脸盲倒是没有错，有错的是你们这些心盲的人。你不服气啊？我告诉你，如果陆回因为脸盲就要退社的话，那你们这几个挑事的人会因为品行不端而被退学。况且现在事情还没查清楚，如果最后证明跟陆回无关的话，
你们想好怎么道歉了吗？还是说主动退社啊？耿总，要是我不加入摄影社，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的，你不用那么自责。不过这次的事情发生了，倒是解开了一个困惑我已久的疑惑哎。那天我刚到学校的时候，一天见了你三回，你次次都把我认成陌生人，搞得我还差点对自己产生质疑。我就说嘛，毕竟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我这么优质的外貌的。你长得很好看吗？那是众所公认的。只可惜我脸盲，再见面我也认不出你。那又怎么样，我能认得出你就行了。我一定有办法可以让你认出我的，一定。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脸盲最大的遗憾就是真的看不到我的盛世美颜嘞。你也太凡尔赛了吧。哎，真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弥补你的遗憾。我再许你摸摸。真的，你摸摸看嘛，感受一下。啊，你干什么？这就对了嘛，你笑起来多好看啊。要不咱们先走回社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呢。可是我不想回去。你不会因为脸盲的事儿就不想认真对待社团的工作了吧？当然没有，我因为脸盲每次核对照片都会反复记清楚每个人的轮廓以及他们对应的名字，而且我都会反复检查3次以确保没有问题。那应该不会出错，所以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我也奇怪，那天我明明已经上传了50%了，出去一趟又变成30%了。你上传的中间出去过？嗯。走。去哪儿？找证据，要公道。你在哪儿啊？我都找你半天了，急死了。繁星，我没事，我跟揽成舟在一起呢，现在要去摄影社。哦，好，我就在摄影社呢，等你们过来。嗯。江学长居然跟我有一样的兴趣。9月15日，要多注意穿红色衣服的人，有可能他就是你的命中注定。红色衣服，那天
天我好像穿的就是红色衣服。对方一定是金牛座，我上升星座就是金牛，哎，而且我也喜欢星座。天哪，这是在说我是江学长的命定。繁星，陆回，学长，没想到你做的这么详细啊！是的，陆回记录的时候我都在旁边，他真的很认真，真的呢。但是，这个也不能作为证据啊。没事，陆回，你别担心，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找到了，这证明不了什么吧？他可能就是落了东西回去拿而已。你说的对，所以我们还得加码。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没有，我只是落了东西在教室里而已，所以又回去拿。你凭什么说是我改了陆回电脑上的资料？哎，我刚才可没有说你改过陆回电脑里的资料吧？不过不用你说，我想教室里面那颗摄像头应该看得一清二楚。想看看吗？是我要怎么样？陆回他有脸盲，他瞒着所有人进入了摄影社，他就没有错吗？他是错，但他错在太在乎脸盲这件事情，错在他以为脸盲会给大家带来麻烦，让大家讨厌他。他就因为脸盲这件事情，付出了比别人多百倍的努力。看我们这边，是啊，你看看你。你的行为，你的偏见，正好印证了陆回之前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陆回，你一定要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摄影社全员都佩戴人名牌。我相信大家也很愿意帮助陆回同学来认出自己吧。愿意，可以，哎，必须的，一个社团的是吧？嗯。你的事情我已经上报给学校，你的处分很快就会下来。至于你要不要留在摄影社，你自己决定。留什么留？我退社。他还退社的？我确实看不清大家的脸，
我有脸盲症，天生的。我以前不敢跟大家说，除了怕添麻烦。更怕被区别对待。但是我以后不会了。谢谢大家。没事，应该的。加油加油加油，不会加油，我加油，我会帮你的。加油加油加油，不用担心。加油加油加油。脸盲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啊，你的能力大家都看得到，我们会帮你的。就是啊，对啊，对啊，我会帮你的。大家都跟你在一起。我先把名牌发给大家吧，来，王晨舟、白星、魏月化，来。陆回，这回你肯定不会认错了，我们都会帮你的。对，来，张存，是的，你的。谢谢你，这下好了。江学长，也要谢谢你。白心，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你很棒。谢谢大家。没关系，加油，应该的。摄影社真有内鬼啊？是啊。那是怎么发现的？我哥用了个假摄像头就发现了。哦，不过一个连脸都认不清的人来新闻社的话，我可能会疯掉，要是采访的时候认错人不就完了？你说对吧？不对啊，佳佳，我哥跟我说，陆回虽然是脸盲，但是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我给你看吧，这是我哥给我发的。你看，佳佳，作为新闻人，我们不能有偏见，我们应该比其他人更注重事实和证据。况且，他努力的真的不比别人少。对啊，写的真的很认真。这是什么？啊，佳佳，这 P 的 ，P 的 ，P 你个大头鬼啊！赖姥姥，你居然敢骗我！赖姥姥，你居然敢偷拍我！你是不是偷窥狂啊？佳佳，这是我第一次看你睡觉的样子，我觉得很可爱，我……你别说了，我看看你还拍了什么。完蛋了。我的形象全毁了。2015年9月1日，第一次见到他，遇见天使了。2015年9月10日，原来他叫郭佳佳。时间藏在风中不说话。2016年1月9日，他是不是在对我笑？这么丑的你也拍？我觉得挺可爱的。谁让你起来了？给我蹲好了。我蹲。佳佳，其实我并没有恶意。你知不知道这些照片侵犯了我的肖像权？这些都要删掉。那你还侵犯我隐私权呢？你嘟囔什么呢？没有，佳佳，这些照片是我上大学以来最美好的回忆。偷拍你是我的错，你要删就删吧。这些照片
先发给我一遍。你不杀了？我可没说啊。你先发给我一遍。好，我发。那我们，你是不是答应了？谁答应你了？我才不要答应你。吃得好饱。哎，陆回，这下你不担心了吧？我都说了，脸盲没什么的。我现在觉得有些事情与其藏着掖着，不如坦然面对。以后我也要更加勇敢才行。漂亮。糟了，我手机落下外滩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去拿手机。好。哎，行。之前郭佳佳遇到跟踪狂，好像就在这附近。陆辉一个人不会有事吧？就是他。你个跟踪狂，看我不打死你！江学长，怎么是你啊？我看朋友圈你发跟陆回出来吃夜宵的照片，我有点担心你们，所以完了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怪力少女。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抱歉啊，学长，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啊，没关系，女生会一点防身本领应该的。男生果然是爱我的。真没事啊。朗晨舟，你认出我了？人群中落单是一种很平常的习惯，爱着自由，讨厌束缚感。当你说你就要离开，那么好聚好散，往后我的人生喜怒哀乐在于你，不相干。你知道的，我很懒得去经营人和关系，哪怕